请你们看他的影片，真的很赞，可以同时可以学台湾的东西，还可以学日文的东西，超赞，记得要看。不谢。好久不见，你记得我吗，老板娘？好久不见，不好意思，我上次是去年的时候。是啊。去年七月，或是。是啊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对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。学校的成绩都有当得了。还可以。叉烧拉面。真没有肉，啊肉吃多一点。谢谢老板娘，好亲切的老板。你现在需要妈妈帮助你。谢，谢谢，对不对？谢谢，叉烧拉面，三号的，谢谢，美味しそう。大家好，他今天那个老板娘今天请我吃拉面，真的非常谢谢，非常感动了。因为我三年前来台湾时候，我在这里那个我跟他以前见过，然后我说我好久不见，然后我好久没来，不好意思。然后他说哦你是学生吧，所以你不用担心，你先那个你吃。你多吃，然后他请我吃，真的我很感动，谢谢老板。然后这里是这个米诺亚拉面，所以你如果想吃的话来这里哦，拜拜。要记得按赞，然后要。